彰化县政府积极提升道路品质，保障用路人行车安全舒适环境。左县长24日上午前往视察田中镇县道150线斗中路及原吉路两地路面改善情形，与会友县议员萧淑芬、洪丽娜、田中镇民代表会主席谢文贤、县府公务处长施杰、地震处长王银河及地方士绅代表等。卓县长也于会中向乡亲说明道路整修计划内容，期望道路工程能如期如职完工，让民众都能有安全舒适的道路行驶。电工程的部分呢，有四条吼，一条就是咱的道中路，咱的道中路呢是咱田中透波道，咱田中甚至是南投呢要往咱西部要通高速公路吼，真重要一条路，啊，搁咱的环境路，环境路呢，要来征收中南路，啊，甲中华电信这段的路面，啊，另外一条呢，就是咱137线，咱的山脚路，另外一条呢，就是兴乐路3段2巷，拢总这四个标案呢，咱县政府爱投资吼，将近是4930万是吧？4930万的预算，甲各位报告吼，头拄只咱的处长甲你报告，咱遮的路面呢，伫12月30日前，就来甲完工、甲完成，好唔好？哦。咱这个人孔盖嘛，要甲下定吼，这边人孔盖下定呢，有998人孔盖，将来改善了呢，咱的路面吼，就会愈来愈平坦，愈来愈完整。今年度县乡道整体改善计划中，田中镇部分共计4件工程，主要为改善 AC 路面老旧、龟裂并抛除重做，所需经费4930万元。会中并感谢县议员及地方士绅的支持，让修护道路经费顺利通过。乡亲对道路施工上有任何问题，亦可向县府单位反映。也真吼，真欢喜会当吼，咱道中路以及元吉路吼，啊，搁小头吼，咱的中山路，啊，搁咱山脚路、天路路吼，即摆吼，伫咱11月底吼，县长甲咱加油，就要来完成吼，所以吼，咱就有一个好的交通吼，的路会当来使用吼，吼，咱大家会当行得安全，大家会当行得吼安全。阮县议会呢，绝对是倚你辅导监督，包括伫推动的即个角色吼，希望咱的。地方的公共建设，地方的需求，咱一体，咱县长同齐来完成，这是咱田中人，咱彰化县民的福气。卓县长亲自视察县道150线、斗中路及原吉路一段等两标工程的道路现况，各标工期均为60日历天。县府将配合管线单位孔盖下地状况，陆续自9月底开工，11月底完工。届时工程完工后，将能改善田中镇道路路面，提供舒适的行车服务品质。公益频道林俊明，田中采访报道。